玩具 TV， 哇！頭先幾乎做唔成直播，冇錯。第十二季第一集仲未執，犀利。咁應承咗大家繼續 live 多陣咧，就 live 埋啦。係啦，我哋揀咗幾個精選嘅嘢。哇！呢、這個真係有錢人嘅象徵，所以就真係可望下摸下，我哋好高興啊！真係。咁啊，多謝啊呢間公司咧，馬來西亞公司咧，專程幾個 product 過嚟俾我哋去開箱體驗下啦嘛。係，玩唔到都摸下，大佬真係。Royal Selangor 真係啦，應該係皇家雪蘭鵝。冇錯。咁啊，燈嗱就咁睇個盒就會見到 X-Men 皇家雪蘭鵝，咁究竟？大盒嘅原來。係啦。係咩咧？飛可以噔噔噔噔。哇！幾襯喎張台？係一個係咪係圓定係銀定係咩咧？佢哋叫石蠟。石蠟。係啊係啊，即係星阿萊或者嚇，我應該冇記錯，我記得上次做功課，第一次我差唔多成年前咧，佢第一次寄嘅版過嚟咧，咁我就 study 過下啦。咁馬來西亞嘅一種盛產嘅一種金屬礦物係啦，金屬係啦。咁所以咧，其實長久以嚟咧，超過百年、一百年以上咧，其實佢哋都係做呢啲嘅。早期佢哋係做啲餐具啊咁樣嘅，咁到而家近代咧，佢哋除咗餐具之外，開始做一啲雕像啊咁嘅產品啦。咁啊，佢哋呢排呢幾年啊，攞咗好多拉神啊，係啊，星戰咁啊嘅拉神。咁你叫去 Hot Toys Super Base 見到佢哋有一系列嘅 Star Wars 系列喺度啊。咁其實他們自己都有些專門店的，去到馬來西亞見過，香港都好像有，香港有，香港有，我覺得是尖沙咀的，是吧？是的，是的，所以這個呢，但是他在馬來西亞寄過來的，但是這隻呢，原來是限量版來的，是，那麼本身出產，都不用說了，我直接給大家看一看，一定是，哇，好 X 重啊，是的，三千隻，這個就好好意頭啊，三四五，咁本身其實都見到啦，哇！你識唔識佢係得過呢個？係啦，咁啊 ，Wolverine 係嘛正常嘅漫畫版嘅造型，咁啊都可以睇翻佢就踩住個手迪龍啦，咁啊變咗成個 design 咧都同一個即係 side show 啊或者其他嗰啲雕像，即係你覺得佢只係縮細咗啫，咁但係就佢又完全俾翻曬一啲巨型雕像嗰種感覺你嘅。咁啊，有個好靚嘅手迪龍嘅 base 啦，咁另外 Wolverine 就喺上面踩住，就將呢個手迪龍幹掉嘅。咁都可以見翻，其實個 base 咧，佢用咗一個瓦黑色嘅處理，就將上面呢一個 Wolverine 嘅主體突出好多。咁你見翻佢嗰啲紋咧，雖然係金屬製咧，但其實啲手筋啊、啲肌肉啊，好出嘅，都係非常之出嘅。同埋啲肌肉紋啊，紋理都好正嘅。咁啊，另外本身佢嘅骨爪啦，咁啊用翻銀色做個表達，咁啊同咗手嗰啲即係相對性比較粗糙嘅表達，係好有一個即係好突出到嗰種金屬感嘅。啊，呢種望咧，佢嗰幾隻鋼爪咧，應該真係用鋼做嚇，因為嗰個摸落去個温度啊，同埋嗰個顏色表凍好多啊，係啦，冇錯，係似鋼嘅。咁咧，佢本質本身嗰個物體即係物料咧，物料咧就係即係星阿萊啦，咁即係應該係佢哋叫有啲人會叫聽下啲聲都爽咁樣係啦。咁但係其實好多種㗎，咁呢度我唔詳細講，我避免講錯。咁但係咧，我摸個地台咧，佢好似係第二種料嚟嘅，係啦。嗱，大家可以聽下啲聲，我靜少少先。幾過癮㗎？嗱，冇錯啦。咁正式嘅名佢哋叫 Pilta。咁啊，坊間有啲援兵仔都叫自己 Pilta。咁我呢度就唔作評論啦。咁但係呢一種 Pilta 就係佢哋所指。個金屬個本質咧係比較有柔韌性啲嘅，所以你發覺出啲細紋啊、轉彎位咧，佢哋容易表達到出嚟嘅。哇！呢、這個啰柚都拍得住 Captain America 㗎，其實都。你覺得佢有冇專登做肥咗，即係大隻啲咧？其實本身真係講翻 Wolverine 漫畫咧，佢係比較矮同埋行背，同埋即係比較細粒同埋更加粗狂嘅。咁本身呢一個，我覺得佢都已經即係叫做美化咗，就將佢個 size 就更加類人，即係似翻一個大隻佬咁去做個表達。咁當然啦，亦都唔係話特別多有呢、這、一個劇場版，咁即係阿 Jack Hillman 嗰個影子喺度嘅，咁所以變咗
佢本身其實應該好多須嘅，咁呢度又冇好特別，即係都依然係青靚白淨啊咁樣，咁但係點都好啦，成件嘢俾出嚟嗰個力嗰、那個感覺，我覺得係做得好夠。係啊。咁同埋睇翻嗰啲衫嗰啲布紋啊，嗰啲條理啊，都係出得好靚，即係好難覺得佢係一個金屬製嘅一個。個雕塑嚟，因為石蠟嗰種 material 咧係比較特殊啊，即係喺其實都好早以前佢呢能夠做到比較有浮凸啊、凹凸啊、轉彎位嗰啲，佢容易做到，因為本身佢係有啲柔韌性嘅，嗯，即係佢唔係好硬鋼咁咧，要好平啊、好直嗰啲位，咁所以呢個係同我哋而家我哋成日見嗰啲雕像用啲用料又唔同嘅。咁最早期所有嘅雕像都用呢啲叫石蠟或者叫做啊 pewter 啊型嘅金屬去處理。同埋我自己就真係反而真係最欣賞就係佢將台座同埋主體嗰個表達都即係好完美咁樣結合咗出嚟，即係變咗即係感覺到金剛狼即係點樣破壞呢個守敵龍嗰個感覺，同埋即係成件事係好出嘅，咁變咗即係如果真係話，既然有閒錢，屋企又有訂嘅話咧。不過我都不知道香港有冇得買，雖然我哋而家喺度介紹緊，但係好坦白講，我真的不知道香港有冇得買。佢哋網站有嘅，因為最做少功課上網睇咧，哇，原來都唔平嘅喎，你估下幾錢？四叉幾嘛，你講都唔使估啊！呢啲咁大嚿嘢，四叉幾，仲要係金屬，老年咁重，我坦白講，真係貨比貨，我又唔覺得佢話特別貴，同埋佢真係俾到你正嗰個感覺啊嘛。係啊係啊，所以就即係適合，即係我諗。即係特定類別嘅 collector 啦，即係你嗰啲咯，係咯啱。唔係，即係可能有啲即係真係，我覺得係年紀成熟啲會，因為佢哋喺早期有啲係有啲人係 collect 嗰啲餐具，嗯，即係好名貴嗰啲石蠟餐具。即係石蠟餐具係啲銀器啊嗰啲。好多年前係咁，即係好多成百年歷史咁啊，就做呢啲嘅，因為都係以出產石蠟餐具為好著名嘅，即係馬來西亞，尤其是某個省邦。嗯，靚姐即係最著名咁，所以你會見到後屘佢得到嘅皇家雪蘭蘿名，就是因為得到當時嗰個省嘅拿督咧，特別嘅喜好或者 approval 咁樣，所以叫皇家雪蘭蘿。犀利！咁所以裏邊有啲貴族氣質。咁所以如果真係話有興趣，哇，見到正嘅 ，sorry， 我哋真係幫你唔到，你直接上翻呢一個皇家雪蘭蘿嘅網頁，係啦，就睇翻會唔會有得訂。咁除咗本身其實X-Men 之外咧，咁真係有得訂嘅。咁之前咧 Hot Toys 都有星戰系列啦，咁另外都有部分嘅 Avengers 系列啦。咁變咗其實你要諗辦法去接觸呢一個即係收藏系列都唔難嘅。唔難嘅，係啊。不過因為特定嘅喜好啦，因為本身佢哋係唔會上色嘅。係。唔係你問我，其實我 OK， 佢已經有唔同嘅層次嘅顏色噶啦，銀黑。直頭是瓦黑，靴有第二隻色，佢即係將嗰個即係深淺色玩得幾盡下。係啊，反而我覺得佢呢個係有一個少少突破，佢就個台座佢可能係用咗第二啲料啊。嗱，我就咁初步咁摸，我覺得都唔同聲嘅。係用咗第二啲料，可能係 poly 嘅料去做。去做個 base， 顏色有多啲啦，同埋嗰個變化可能會再多啲。係。係，冇錯。好，咁啊，為咗我哋唔想阻大家太多時間，我又想早啲走，因為真係冇地鐵啊，大佬。咁變咗已經冇咗啦。轉頭見。好。摩卡，摩卡嚟啦。靠你了，不靠你，是 ready。